会员抢先看正片，尊享会员加更，萌娃当家，爸爸的小白屋更多精彩内容。一日光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，爱月穿窗似剪刀。我读完了。真乖，读得真好呀。女才子啊，你是不是？再读一遍。好吧，再读100遍吧，好不好？10遍嘛。开始吧，我给你数。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，爱月穿窗似剪刀。好，一遍。再还有69遍，还有69遍。69遍再读。大姐弟你不才疏，在我中棍干五代，再不在意再隔赛。你读的什么呀？读的简单啊。这个叫什么？你刚刚读的在不在呀？就不在，我们一起到底在不在？什么？这个不是阿拉。哦，他学习的啊。哪是姓汪的，我让我的，我看一下，还给我，我看一下，还给我，开始喽。我们一起看好不好？一起看吧，妹妹，别哥哥都说一起看。快点跟着读。哇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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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啊，小女儿，走去疼安。疼安，你先疼一个。哎，我再来一个。我来，好了，我给你演示一下。你看哥哥嘛。我给你演示一下。哎，因为有他拿我的球，给我玩。好的，接住哈。哎，没事吧？好。没事吗？痛不痛？不是很痛，对不对？打到鼻子了吗？没事，哥哥今天打到鼻子，跟他们打篮球，知道吗？这是吃的。我也。你看哥哥再给你投一个。哎，又没有进。接出来。用力。出来！哎。我可以把篮筐给你调下来一点点，给我调下来，这最高了，调不下来。我给我，这颗投进就给你，投不进就不给你，好不好？投不进给我，好，再投一遍。投进了，给你。这颗投进就给你，投不进就不给你。投不进我就不给你，投得进我就给你。不，投不进给我，投进了给你。好吧。不好，投不进了不给你。为什么？投进了就给你。给你。后一个展赖屋。你来防守我。好。你要来抢我球。好。
气球啊！来吧，过来抢我球啊！哥哥，我想吃橘子。我帮你剥。你陪我剥。要这样剥，这样。我不会剥。我手指好疼啊！你剥，你就不要剥，不要剥。我想吃。我不会剥。我想吃。你想吃你自己剥。我的手指这样疼。我的手指这样疼啊。好吧。我剥。我剥也疼。你不也疼不是？不是我们两个都疼吗？这边捡起来去丢了，不要不要，吃，我打开，把那这个口剥掉，不好剥啦。你要吃吗？我吃。回来了，谁丢的？我丢的。是不是应该把它捡起来？去吧。哎，这才是乖妹妹，快去。小女儿，你还多敢承诺呢。别让牛啊，牛唧唧的牛什么？牛唧唧的。这是橘子，没有油，捡起来扔到垃圾桶，听到没有？哎，真乖。哎，不是，你一个一个捡啊，那要捡到什么时候一起捡嘛？捡不下了。哦，好吧，好吧，随便你。一个一个的捡。好，一个一个捡。这双鞋好看啊。妹妹，怎么回事啊？说了捡的嘛。我捡了一个。你多捡几个，快点。好嘛。来，哎，这边还可以捡一点。好。扔掉了。捡完了。懂事。吃不吃？吃不吃？看吧，妈妈是不是对我很好？是的，爸爸妈妈都对你很好。啊？不是你批评了妈妈？肯定啊，你表现不好，你犯错误了就要挨批评的。那这一项呢？表现得乖就不挨批评。你要怎么了？等着嘴了。这里吗？这里吗？等着。
这里。这边不是呀。这里。是下面的。你好挑剔啊。这里。好多了是吧？那我再把你头发给拴起来，就更漂亮，像个公主。妈妈平时是怎么给你弄的？平时就是鞋子要别，先把别起来，是不是？是，先把袜子夹起来，后来再别。再用橡皮筋把头发给捆起来，是吧？是。我明白了。好。不叫这样，不是呀。好，你别慌，你别慌，我上网上搜一个特别漂亮的发型，小朋友辫子，辫子，这个太难了，我们换一个，这个好不好？哇，有加彩带的那种。这个看起来就。哇，两个辫子，一个辫子，拿起头发都可以。这个。这样。走。你哪里把这个梳走？海西，爸爸在努力的给你学扎头发，你要原谅爸爸的不足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你要做一个大方的小朋友，好不好？好。关系你有不会的地方是不是？你不会的东西爸爸也可以教你，但爸爸不会的地方你可以耐心的教妈妈，好不好？可以。我看你就是差一顿暴打。过来，我去把擦了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在睡觉，不要烦爸爸。天猫精灵。哎呀，不要喊天猫精灵放音乐，爸爸在睡觉了嘛。天猫精灵，我要听快乐起床歌。我把音量调到50。起床啦 ！1、2、3、go！ 起床！把音量调到98。今天只是在早上。妈妈，跟你说的，爸爸在睡觉。我在，你说。关闭播放。好的。你是不是有点饿了？我看到了，过来嘛，我给你开。我会开。我帮你，你就在外头吃嘛。我喜欢在里面吃。两个那个眼睛。是那么大一个。你饿头吃啥？我检查一下你吃啥子糖。吃牛奶糖。那给我吃过吗 ？No。
啊！不要不要不要，好恶心啊你！你还有没得？有就给我一个噻。豆。我发现你的糖抢在哪儿了？但我跟你说，就是不能偷偷吃哈，牙齿会坏。我看牙齿。好嘛。你出来吃嘛，没得事。没得事，我晓得你得吃了。他在房间里面藏了糖的。我去外面，里面空气好吗？里面不得挨骂，里面空气好。爸爸。啊。来。你把门拉着，我才进来吧。喊爸爸说暗号。你想我暗号，然后以后我说对了才能进来。啥子暗号？你想一句话，以后我要说对那句话才能开门。就是如果是那句话不对的话，就代表不是爸爸妈妈，你就不能开门。宝贝，你在家吗？宝贝，你在家吗？是不是？不行，我要是芝麻开门，妈妈的密码是。妈妈说的是芝麻开门，爸爸说的是宝贝你在家吗？你要试一下不？要。好。你开门喽！我都没有说暗号，你就开门了。爸爸，再试一下，你说暗号啊？说暗号。宝贝，你在家吗？我在家。嗯，哎，好，对了，就可以开门了，是不是？给妈妈了。妈妈在煮饭。以后那个大门也是哈，就是要对着哎好你才能进哈，只有爸爸和妈妈有哎好，知不知道？好。我的宝贝，宝贝，哎呀，我把我的门闷了。长城一起耍，我才不想和长城耍的。我喜欢跟长城两个耍。老婆，嗯，怪小油腻啊。他本来就很油腻，还从头到尾都很油。我这边好不好看？你这边是什么？当然是公主礼物。那我这边是国王的家，国王的家有两个中心的侍卫，他一个叫闷闷，一个叫闷的。我真有个侍卫，有个侍卫，他名字叫常常。常常是女娃娃。他当我姐妹。那。他那是我姐妹，我真有。好。他是你姐妹。手机给我。我是全职爸爸，我不是仆人。快给我帮我拿一下嘛，谢谢老公。你把递给妈妈好不好？谢谢小管。我是妈妈。爱你小管。爱你妈妈。爱你小管。爱你妈妈。爸爸。走去遛狗了。走了走了。走，走这边。走慢点，走慢点。走慢点，走慢点，快点，先不要跑。常常也想上厕所的嘛。你想上厕所的时候，别人牵着你跑怎么办？不受控制了。欢喜，等等我，过来。哎，好，我死了。你带纸了是吗？欢喜，把手那个给我。哇，快给我，给我，黄泽熙，过来。我死了。常常还常常还有点厉害。把你凑到了，我心里我力气都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咱们刷一下。文丹过来了，欢喜过来了。走走，文丹，文丹，已经饿了，这个都饿了吗？差不多了，那就回去嘛。黄在心，你要轻一点切门丹，那样子他会痛的，哈，给我，走文丹。你切切门嘛，好吧？你轻点切了，你把车上。走，那儿是狗，它看到了门的。啊，要不然和它们耍一下嘛。这个好像是他们爸爸，呱呱。嗯，是哪个？呱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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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呱。哎呦哎呦，是呱呱。他们好像他们的阿哥。就是他们的儿子呀。呱呱，呱呱，呱呱来。乖乖乖乖乖乖
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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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文蛋，文笨，文笨过来了，快快快快，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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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爸爸，怎么了？可冰了，啥手冰了吗？站这儿扣。你等一下，你站这儿，今天不要去啊，往后一点。来，来坐这儿。有点烤火。那你享受一下。哦，你真爽。你真爽，坐到这儿啊，享受一下。嗯。躺着，眼睛闭上。闭目养神啊。啊！烤烤肉。烤肉。烤不了烤肉呀，这哪有一大清早吃烤肉你。奶奶，我想吃。来马六，你坐那，爸给你弄奶茶。烫。拿勺子，给。咬着吃，慢慢吃。好不好喝？好喝。爸爸。我们把米香糖和奶茶你们家。不可以。因为你本来就测的那个点的那个人家让少吃千叶，你爸还说你愿意喝奶茶，不可以少吃千叶。那我就少放盐吧，不放盐行不行？没有，你就直接烧牛奶不行吗？牛奶就很健康，为啥让小孩喝茶呢？他已经很兴奋了。那就给你弄牛奶喝吧，好吧。我就想喝这个。奶茶你就不能喝？没事没事。啥没事没事啊？本来就兴奋的能喝不了。为什么我爷爷不吃哗啦啦哗啦啦不让小心咋啦。小心烫手烫。你要加一点吗？少加一点，来收取的。好吧，你就喝这么多，一碗多一点就够了。烫。吹一下。你吹一下嘛。这样子能不能大声吹？不行，慢慢吹，让吹出来咋了？就这样吹开，电风扇一样，吹出来摇头，对，像电风扇一样是吧？然后现在再喝。你撑不撑？没了没了，那个是嘎嘎了，嘎嘎底下都是茶叶子。我看一下，吃不了了那个底下，干嘛？这里面都是茶叶，你喝不了了，喝了卡着了。爸爸为什么？爸爸也不喝呀，爸爸每次也不喝底子。你别掉下去了，你别掉下去了，你往前。你看你下点醋给我说，好不好？是这么个地方。你这样。你想来？你这样提着这个灯。提着这个灯。小心炉子烫。妈妈妈妈。叮叮。我炸房子，不是木头炸房子。OK。爸，你给个手套，你过来，你把那铲子放下。这个木头上面有那个啥呢？有刺儿呢，扎到你手里你疼得很。
你把铲子放好，哪儿拿的？这。那你把它放好，哪儿拿的放哪。来，手套会不会戴？不会我。没有这个，你看最短的这个，你现在放进去啊。手伸开，这样了，伸成这样了，伸到底啊。来，一二三，好，好了没有？好。好，你现在堆木头。我不拿，你放在门口。啥？你摆在门口。一会儿把门都堵住了，是不是？我不让老父进来。嗯，那你盖吧。你是工人，对。工人有没有力气？工人有力气，力气那么大。爸爸，我是爸爸最大的。爸爸，弟弟，给我干嘛？你放火灾里面。我给你找点事干吧，马里奥。你坐这儿来，坐这儿。坐这儿。坐这儿干嘛？假装骑马。你看。摇摇晃晃的，那你不要晃呀。你先不要乱动，你乱动就掉下来了。抓这儿。哦，乱动就掉下来了。你不能左右晃，听见没有？坐好，坐好。爸爸，你慢一点。你坐好。转，他又害怕，他又想要你转。好，现在可以了吧？我不要转。你坐好，你坐好，你坐好。没有，你坐，你这样坐好，身体坐直。对，头抬起来。能抓住。对，你抓这儿，不要抓爸爸。嘿嘿，没事，你手放这儿，保持平衡。平衡。啊，放松，放松，没事儿。放松。不会掉下来的，我们都在呢，我们两个人都在呢。好，停。我再换一个，这个换一个，这只马牌。爸爸，爸爸，这只马坏。饿了，吃饭去吧。走吧，我们去吃饭吧。小金，我也有，带上这个吧。好的。来，搞一颗。我也要。我也要，礼物呢？你两颗，那给你。不想拿，那我也要两颗。那我也要两颗。哎呦，好，葛飘飘都跟三个孩子，走吧。饿了，我饿了。小朋友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哇哦，风景还可以。我们等菜的时候玩个游戏吧。玩游戏。我们现在玩一个椰子园里有什么，玩不玩？玩。椰子园里有椰子。有花。你真无聊。花花。有小米。你看，这才叫无聊。这才叫无聊。对，这才叫无聊。
阿宝宝，有什么？阿宝宝愣住了。小狮子有什么呢？有什么呢？有什么？你家是我的。我也不知道了，好吗？阿宝宝，有阿宝宝，你说。阿宝宝。还想有阿宝宝。锵锵。有阿宝宝。来，你好，这就是我们特色的椰子皮配套。好大哦。嗯。这个是芋头。哦。游戏吧，玩什么游戏？玩动物园里有什么？好的。动物园里有兔子，那爸爸啦。动物园里有老虎，有小鸡。那你呢，宝宝？动物园里有什么？我养养老虎。老虎。爸爸，小宝说的老虎，你说的老虎，对不对？啊，没事，我让给小宝了。那我重新再补一个。狮子。然后到我了，动物园里有大象。啊，动物园里有长颈鹿。有刺猬。那你呢？讲问题。小兔子他说。我说了。还说过，你怎么老说别人说过的东西啊，宝宝？来，小朋友你好，尝一下我们特色的椰子饼。哦，椰子饼。对。哦。我要吃这个。椰子饼是吧？但你这个也要吃哦，小宝。给咋样？不是好吃哦。我觉得最好吃的是这个鸡肉，什么？我找这个好吃。妈妈，让咱宝宝要再吃，我要上去哪去？哎呦，我哥！爸爸要去哪去？你要去下去干什么？拿东西啊？阿宝小心哦，不要掉下去了。好的，妈妈。阿宝宝大头会卡住的。哎。呀！男孩为什么都喜欢挖掘机？好问题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那我问你，葛盼，为什么你小时候喜欢奥特曼呢？因为可以打怪兽啊。会发激光呀。会飞呀。稍微理解一点，男生喜欢英雄皱眉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小朋友喜欢挖掘机，反正我们知道女生喜欢臭美。妈妈，我吃饱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好了。好的，妈妈要不要玩妈妈的山上游什么？身上有智慧。妈妈的身上有鼻子。妈妈身上有耳朵。妈妈的身上有美丽。听不下去了怎么办？妈妈身上有肉肉。是的，这我知道。这次说什么好呢？爸爸身上有什么？啊，我要了哇！要不要当爸爸喜欢什么？好，猜爸爸喜欢什么？爸爸喜欢做饭。爸爸喜欢妈妈。爸爸喜欢小米。我们喜欢小宝。你怎么看待
这一次选址当家呢？这一次他肯定很好，很厉害。因为他已经是老油条了。老油条是啥？老油条就是油腻大叔。怎么是老油条了？如果爸爸给你办一个生日聚会，你想办成什么样子？把我的好朋友同学全部叫过来，在我家过个夜，完美。爸爸不是你的朋友吗？你是啊。那我怎么我不给你过生日吗？要啊。那下次你带我。好的。可可，你最喜欢吃什么？我最喜欢吃的东西有很多。我比哥哥吃的多。那你喜欢吃什么？哥哥。你喜欢吃哥哥？嗯，因为你很多肉，我就要把你吃掉了。哥哥吃瘦骨头，哥哥是瘦的，没有肉。你的家庭成员在你内心的排序是什么样的？外婆第一名，我爸爸第二，外公第三，妈妈第四。妹妹的话没有排名，她不需要排名，因为她本来就最温柔，虽然有时候扯我头发。平常她要抓我头发。我不会抓你头发，明明就是你抓我头发。你先对我好一声。就是呢，我为什么？现在爸爸在你心中的排名是在第几啊？第一名是哥哥，第二名是爸爸，第三名是妈妈。我还是第一。觉得爸爸在你心中排名会超过哥哥吗？不会。你喜欢爷爷还是奶奶啊？喜欢爷爷。那你最喜欢玩什么玩具啊？我喜欢玩一那个打子弹枪。那你喜欢什么动画人物呀？我喜欢那个猫和老鼠。郭三喜，我看一下你的牙，你那门牙怎么了？拔。为什么拔了呀？因为我吃太多糖了，长出来。那你喜不喜欢爸爸给你扎头发呀？不喜欢，因为爸爸看完就学不会。爸爸这两天给你做的饭饭好不好吃呀？好吃，很喜欢吃。你最喜欢玩的玩具是哪个？巴拉巴拉小魔仙，恐龙，可要进去。你有害怕的事情吗？有，怕黑。阿宝宝有害怕的事情吗？没有。他害怕是他弟弟真的在恐龙世界，他就魂都没了。